正和汪峰打得火热，照理说章子怡应该是春风满面。而近日章子怡独自现身杭州参加某活动，一袭黑色连衣裙现身的她却是全程黑脸，眼神放空，笑容牵强。在给品牌方签名时更是和媒体记者全程无交流，拒谈汪峰匆匆而去。到晚宴时章子怡也是只顾着在角落打电话，神情严肃，不知道是不是整颗心都在牵挂着汪峰呢？